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885期的节目。趁着 Barricade 的热潮呢，我们把09年的 Deluxe Class 玩具呢一起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之前拍过07年的，但09年的 Deluxe 呢没有拍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这两个都是同模了，但其实呢他们两者呢还是有一个配件上的差异的。那两个玩具的话呢，先给各位看一下，从外观来看呢几乎都是完全一样哦。那么呢07年的配件呢，它胸口里头呢是一个迷乱，这个迷乱还是可以变形的。这个呢，这个概念也是引申到了一个 HAC 啊 Human Lines 的等级。它呢可动基本上很少了啊，就手这里可以360度的旋转，腿呢往前往后动，哎，这个有点猥琐的一个动作啊。那站立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稍微的去把握一下重心，就可以站得稳了。那么呢09年的话呢，则是应该也是迷乱吧，因为它变成了是一个，因为你知道09年的时候呢Barricade 是没有在电影里头出现的，那么呢所以它呢出现的这个镜头呢也是属于07年的一个里头的一个镜头啊。它这个是可以转动的，变成了是一个，对不对？各位应该有个印象吧，在第一集电影里头呢，它呢用来拷问山姆的时候呢，这个车头这个部分呢是有伸出两个这个像电钻一样的一个东西。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还是一样可以把它给装回去的，没有问题。然后呢两侧呢把它给打开 OK。 但是呢，第一，你说它是迷乱可以吗？我觉得也是说得过去啊。但是呢这个放在这里好像就是两个，对不对？乳头伸出两个爪子，对不对？如果是女角也就算了，这个男性机器人伸出这样子，可以说是性感度是负的，所以呢并不是非常的好看。那么呢我曾经看过有这个老外的影片吧，我有看，我说老外的开箱影片，这个好像有人把它是背在一个后方 OK。 但是呢我怎么样扣呢，基本上呢没有办法把它扣得很稳啦，而且我觉得也不知道怎么样弄比较好看，所以 OK 这个部分呢就，而且它其实在电影里头呢是在人形状态下了，它是没有这种互动的，所以呢这个部件的话呢我们就当做在人形下呢就当做没有这个东西好了。那么以机器人本身来看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它身上这种钢琴黑啊，对不对？反光真的是很强，跟07年的两个你去对比的话，应该是分不出谁是，应该是除了胸口的塞进去部件会不同之外，其实基本上都是完全一样。那个体上如果有小小差别，可能只是我手上这个是全新的，当时是全新的一个老肖送给我的，然后这一款的话我是网络上收的一个二手，它这个头的话呢我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把它往上面抽到底，所以我这个胸口的这两片的一个密合度感觉呢不是那么样的一个 OK。 那么手的话呢，它一样是有一个这个比较敏感一点。我手上这个09年的这个版本呢，它这个弹簧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去碰到，就容易去掉出来，它的卡扣是在这个地方卡住，然后这里有一个开关，从这里稍微一碰呢，就一碰它就会弹出来。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是把 Barricade 的一些特征来讲的话，几乎在它身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回味一下这个角色的一个造型，你看这个两片是由这个车窗变成了这个后面这个翅膀，然后往外翻折的两片的一个轮胎，侧方这个警察这个标志，然后呢这个一个类似于弹出来的一个像刺弹的武器。当然07年的玩具是没有做到那么好，当然虽然是09年，但我还是当然是07年的模具吧。以及呢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腰身这个地方的卡扣，还有这两片，对不对？这里有腰部的这个凸出来这个刺的这个肩甲这个肩角，还有这个斜肩那个肩角，这个呢都是 Barricade 这个角色呢所固有的一个形象。后面当然这个部分是不能翻开啊，643什么的，基本上等于是说包括你，我们接下来会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变形的部分呢，你会发现呢到了十年以后的这个 MPM05 啊，还是有很多很多这个玩具身上的一个影子的一个存在。当然人物形象是 Barricade 是当然是没有错啦，但是一些变形上面的一个 idea 思考的一个方向
都是从这个这家伙身上呢先演化成 HA 级，最后变成 NPM05。 那今年度的话呢会推出一些电影系的新玩具，那可能有一些人会对老物就可能会抛售或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千万不要傻傻的这么快就把老物给放弃啊。我不管今年的这个春季之后的新的电影系的玩具做成是怎么样，我可以跟你讲这个老物你手边有一个留一个，真的尽可能的保存这种20可能前三级以前的玩具，真的能留一个是一个好，不要看到说什么比方说什么要出新的黑魔或出了新的 Megatron 新的轰电雷新的 Starscream， 你就很高兴的把老物给丢出去卖了。我告诉你新的东西是，我可以跟你讲啦，我不敢说100%，但是90%以上呢是不太可能比这些老物还要好的啊。所以抛售老物之前请你考虑再三哦。那看到平价的老物呢，可以的话呢就赶快收吧。我手上的这一款09年的 Bellican 呢，当时是跟人家收的是一个二手的，它的一个关节的一个紧实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少少的不如我的那个07年那一款全新的。那这个一样是有个自动弹出来的一个武器，类似于是一个链球的那个部分，当然它这里是只有做出一个类似于爪形的一个造型啊。好吧，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首先的话呢，把这个两侧的这个引擎盖拉开，头往后面推，这个时候呢先不要合起来，先把后面的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往前面推过来，这两片部件呢一样的往后面推过去，然后把这个透明件呢是要压到这一个引擎盖的下方之后再来做一个合并，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变形。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这个部分呢给旋转到外侧，这边也是一样旋转到外侧。那这一侧比较简单，因为这一侧没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关，直接扣这样就行了，转成这个方向。另外一侧的话呢，就有时候呢我手上这一款的这个触动的机关呢是稍微的敏感一点，从这个地方一碰呢有时候它就会去做一个弹开。 OK anyway， 那你会发现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形结构呢，从这 NPM05 的话其实也是从最早也是从这个模具呢变成 HA， 最后再变成 NPM05 都是这样子来的。这里一样两腿呢朝中间靠拢，脚尖的这个部分呢收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鸡爪式的一个变法，直接的把它推到最鸡爪为止。 OK， 往前面推，那你就会发现呢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把它扣紧之后呢，这里呢会形成一个凸，这个凸呢就是把它扣到上方。那么扣上方的时候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推进去，往内顶进去。 OK， 往内顶进去之后呢，朝上方跟这个前方的这个挡风玻璃地方做一个结合， OK 吧。这个变形有没有觉得就是那么的似曾相似啊、哦？然后这个最大的这个指尖呢是要塞到这个缝的一个下方去，两侧的变法都是一样的，从后方塞过来，然后呢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一个结合。那结合的时候呢，我的习惯也是从后方的这个后方最后面开始做一个结合， OK 这样子。我手上09年的这一款呢，我说过它的一个关节啊什么的，我觉得卡扣啊什么的，我是觉得不如07年那个那么样的一个变起来那么样的一个直那么样的爽快，公差没有算的那么好，感觉变起来是比较需要去做一些调整，不像07年那一款就变起来是一整个的一个舒服，一整个的一个爽快， OK 吧。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09年虽然是07年的时候的模具吧，这个 Bellican 呢从机器人到警车的一个变形过程。如果直接从外观来看的话，几乎无法判断07跟09年有什么不一样，我认为他们真的是完全一样的，除了应该说车头这个位置不一样。手上这个是07年的版本，我已经把这个迷乱呢给塞在内侧了。那我们今天给各位展示的呢是这一款09年的这个版本。那么它的一个装法呢，就是把这个部件拿出来之后呢，放出来之后呢，塞进去的时候呢是把这个黑色的部件是朝上的，那么呢就一样的一个原来的位置呢把它给推回去。推回去的情况下呢，你会发现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推下去，这个地方把它给塞进去之后，它的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看到没有，这个机器手臂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是要把它往两侧推。往两侧推是因为这两个尖尖的这个根部呢会从它的一个类似于是车头灯的位置
它大概相对应的位置是要摆在那里。这个也是有符合到电影里头呢，它这个伸出来的部件好像就是从这个车头灯里头去伸出来的一个样子啊。OK，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拷问山姆的一个形态吧。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部件还是可以推回去，基本上呢会达到一个卡住的一个状态，基本上这样就不会掉了，还算是相当的稳固啊。那这个是因为是比较有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弯，可是它这个胶本身不软了，我不知道是变形还是它自己本来就设计是有一点弯。So, OK, anyway, 这个就是反正它就是重现，也是算重现到电影里头 Sam 被拷问的一个形态。那么相对于07年的版本呢是一个 Francis。你觉得哪一个好呢？这个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偏好啦，那一定会有人说两个都收就好了。问题是这个就我所知吧，好像09年的这个版本好像比较少见，因为当时电影推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量感觉不是那么多。那个我这个都是已经是这个第四集第五集之后才开始来收到这个模具的。 OK， 那两者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内容物的一个不同，车子的部分都是完全一样的。那就利用这一集呢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我的 Barricade 玩具的一个补完，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